小玉米啊，玉米须子，你们有吃过的没？听说这玩意儿对身体特别好，是不是？这就跟吃草没什么区别。听说这个降血压啥的，都有啥作用？你们给我科普一下。嗯，看小苞米。我蘸大酱吃，别骂我啊。嗯，香啊。但是我这个肉酱炸的好。咯吱咯吱是不是挺好听的？这么吃别骂我啊！我单纯是为了整点咸淡味儿。这个我剩下要给它煲个汤。